舞蹈是一种态度，是一股热忱。它教会了我们要互相配合，更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和力量。其实我们可以用这份兴趣来帮助有需要的朋友。在来临的演出里面，我们将会呈现最动感的舞步，所以记得要给我们关怀队。11月27号星期天晚上7:08频道现场直播公益献爱心。